主席，各位委员，诸位与会人员，对不起，因为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必须要请教我们诸位，还占用我们大概五分钟的时间，现在请诸位，请诸位，诸位好，诸位你好，非常感谢上一次我咨询之后，你们对原住民的这些区块这个文化哈。稍微有那么一点重视，但我希望能够继续加强。是。这次组织改造之后，我们其他的这个部位，像我们原住民有几个单位像那个文化园区都要降为市级单位，那就保存了我们自己文化的一个研究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单位，但是要降到市级单位，包括我们史前馆。史前馆可能也要，史前馆是三级现在史前馆是三级，将来会归到以后是三级，是归到文化部，文化部对，归到文化部是，所以很多的单位我们希望不要降为市级单位，因为史前馆这也是非常重要了，真正讲起来我们所谈的这个文化的问题我非常希望我们文建会能够多多重视，因为毕竟原住民在这个土地上已经是算几千年了，虽然没有办法考据因为毕竟我们过去是没有文字没有文字的记载，大概都是口传或是口述历史很多都已经现在都不了解，包括我个人，我能够知道的可能就到我的曾祖父，曾祖父以上的我都不知道了，因为我们也没有传过去族谱的这种概念所以这次我们文建会将来会升为文化部我想在这个地方也表示恭喜了，也可见我们政府单位极力重视我们这个有关文化建设的方面。这在1月几号我们1月19号我们文建会呢也安排了到我们这个屏东春日乡老七家排湾族石板屋的这个现地的等于是现地去看一看这些文化遗址了我想那天也有学者专家一并上去看了之后虽然受到莫拉克风灾那天那段道路有的是要走河床，因为 我个人也上去了经过一段也不算短的路程非常颠簸因为受到冲击之后呢柔肠寸断但是还好到上面之后它的完整性并没有受到破坏那个石板路现在还很好我们看我们那时候洪组长洪组长不晓得在有没有在场洪组长当时是跟我一起上去的看了之后我想大家都有一个看法是值得来保存，但是现在整个结果都已经非常危险很多都已经木头啦就是那个横梁啦柱子都已经是腐朽但是石板是那个是不会坏掉的所以当时我们也花了一天的时间那边当地的那些后代那个石板屋的后代那些人员大部分也都上去了去做一个整理，知道我们要上去他们也做整理，甚至在外面准备了他们过去这次的风味餐那些美食啦烤肉啦都在那边准备迎接我们像这样的状况我想在原住民地区的遗迹是相当的多了相当多，但是比较完整的并不多希望我们文建会这个地方能够继续来了解之外呢继续来维护经过专家包括基线杆的所有的人员一致认定一定要做一个维修我也看到了你们的这个公文已经是核定了核定维修核定维修总共的经费是300多万300多万当地居民是相当的高兴，但是356万2500块里面当中呢所有权人还要自筹20%，等于是
他们还要自筹712500元，所以他们高兴之余啊，高兴之余啊，后来他们还要自筹这些经费，他们已经没有居住在那边了，啊，没有居住在那边，他们也是很相当的能够保存啊，啊，但是可能是你们的这个啊补助的这个要点，作业要点里面有这样的规定，啊，过去我就现在请教一下我们啊主委，你们有没有补助过这样的遗迹的维修在原住民地区，还是这个是第一件？这是不是第一件？我是不是请那个主管单位来跟好说一下？好，就请那个啊洪组长好了，主管单位。来备询哈，组长。那个报告委员哈，其实我们这些案子我们会采用故宫点料的方式，因为它是传统的一个聚落，那我们会请那个住那个住。嘿，那个这个不是第一件嘿，那在原住民地区，我是讲在原住民地区哦，原住民地区的补助案子，哎，应该是第一件嘛。其实我们还有那个旧好茶部落也是采用这种方式，我们会采用故宫点料的方式啊，他们是有这样的配合款吗？是，嘿，啊，你现在是点工购料嘛？对对对，所以我们会邀请那个在地的居民来一起来合作，所以他们也会把这个钱还是回归给他们，是。先回归给他们，但是那个我想哈，这样的措施，政府的这样的安排啊，可能是假如好茶的话是第一件，这个是第二件的，这等于是第二件。我们最近也希望说能够到南泥啊，始终大家时间看那个地下传统物的那个部分啊，始终没有时间配合。所以我想说，主委既然啊，这我们有政府有这样的美意哈，已经开始重视这样的问题，这个原住民的地方地区哦，是不是？能够在配合管的部分能不能用专案的方式，真的是他们负担，他们感觉负担很重，感觉上是负担很重。好，我们来协调一下，因为这可能要地方政府来一起来协助了。我想这个，因为他如果是有民间所有权人哈，可能也不适合由这个这个文件会100%全额补助，因为如果有这样子的例子一开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是对所有的补助案都会有一个这个示范的效果哈，我们未来就很难运作。可是我们可能针对一些个案的困难，对个案特殊状况，可以我们在会后我们来努力来协调看看。对他们现在一再的跟我反映啊，希望说能够做协调啊，完全因为现在已经是完全没有居住的事实了。东东已经早就几十年前就东东已经搬出来了，是，所以他们觉得20%是太重，因为你们现在分配地方政府也是有比例啊，地方政府、县政府也要出这个钱啊，所以像这三对等的这样的那个经费的凑合啊，我想这个原住民地区这个比较特殊的状况，为了能够让这工程这个遗迹啊能够完整的把它保留的话啊，是不是能够以特殊状况？来做处理，我大概是做这样的一个请求因为将来这个测绘了，当然了，整段工法了那些哈材料啊，可能都是一定要用原来的这些材料嘛不可能用现代化的这些材料嘛，所以今天一定要来做咨询，就是除了表示感谢你们已经有就开始有这样的动作之外，希望能够再加强，是，另外也就是这个配合款的部分，像特殊的这样的状况最起码看看能不能降低哈，降低到他们能力范围之内因为现在摸了高峰在之后，他们工作也都找不到生活都有问题了，你还给他们要负担20%这一点请我们主委能够慎重做一个处理，是另外我们软体的部分也希望就无形的无形的文化的部分呢，也希望能够继续加强，好，谢谢，好，谢谢委员。